这个药已经用了好几天了，没什么效果。那个医生说，我这个鼻子是对那个冷空气过敏的。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这些东西就先放这里了。交了30天的房费，只住了6天了。先来火车站附近来点个煲仔饭，吃上一吃，吃完再去坐火车。点了个煲仔饭，现在到火车站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上车了。前两天刚还的花费，现在又要拿出来用。马上就上车了，来瓶红牛提提神了。这边就没这么冷了。